如何找到属于你自己独特的声音？每个人的音色都非常的独一无二，用上以下的方法，你就会越唱越好听。第一步，跟老师放平舌头，发一个啊，要稳定位置。然后第二步，用这个位置去练习歌曲的旋律，这个声音就是你的本嗓最好听的声音。第三步，用刚刚的位置去唱歌，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 get 到了吗？